结束了吧？没力了。对啊，结束了。还有跑步哦。脚踏车结束了。先不要跑步啦。先休息一下啦。比赛就是这样子啊。要下雨了啦。下雨风雨无阻哎。有阻有阻。比赛是风雨无阻。来，车子停那边。好，跑一跑，跑步。什么啦？要休息一下啦。22.5公里而已耶。那不行哎，这什么？怎么被超爆的规格啊！天哪，而且这段路不是多平稳，就好上坡。我的妹妹好痛，还有一点点瓷砖路，一直抖动。哇，哎，怎么办？跑步就不能带水了？真的炸汗。可以带着水啊。带着水跑吗？手拿着水跑步啊。水应该有1公斤吧？你看这边都是汗。天哪！哇，好热。怎么教练看起来没有流汗？我刚擦干了。教练专业的吧？因为我们的车速太快，所以汗都风都已经把汗吹干了。现在又被放上去。啊，乔奶。对，乔奶。一般来说，就是一个跑骑完车之后，然后要跑步，中间会休息吗？哎，基本上是没有在休息。有啦，有女生可以啦。你不要拿教练，你不要拿。你们那个哦，可以啊，是可以休息，可以休息。看我累到站不稳，不能休息太久，你都可以喝个水啊，喝水啊，再去喝个咖啡吗？化化妆啊，擦防晒油，五分钟再够吗？喝个咖啡吗？可以补妆吗？不行啊，你们喝完回到终点，终点可以回家换衣服吗？终点排骨克，终点排骨克，可以洗澡吗？当然不行。可以泡澡吗？别闹了，走啊，跑步。想要洗头哎，好跑一小段，跑哪？跑步，那边好累哦，走。